第40题，若此电阻器遵守欧姆定律，请读取丙和丁的数值，并计算该电阻大小为多少欧姆。我们看到我们的丙，它是接在15伏特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要看数字15在这里。要注意，它5到10分做了10格，所以每两格才是一，所以这里读出来的是7伏特，所以我们的电压是7伏特。然后我们的安培剂，毫安培剂接的是500，所以我们要看500这个数字，我们看它出来的是350毫安。但是要注意，我们代入公式的时候要用的是安培，所以它是0.35安培。那我们的公式叫做 V 等于 IR， 叫 V 等于 IR， 我们的电压是7伏特。我们的电流是0.35安培，我们的电阻不知道，消掉这个是一，这个是0.05，也就1/20，一等于1/20乘以 R， 所以 R 就会等于20，所以我们算出来我们的电阻是20欧姆。所以第40题问我们说，并计算该电阻大小为多少欧姆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20欧姆。